以身为台湾为公民的这个新的公民，这是咱过去这六七十年来上强。过去是中华民国教的台湾人民啊，当老迈的，是山顶的国民的，是山顶国民的，因遐中国人大官好地哩啦，啊老我地哩，啊咱第三，你啊看，因遮中国人嘞，顾遐军功，甲顾遐老我，顾甲惜命命嘞，啊咱台湾人嘞，咱台湾做事人有哩顾啊无？无嘞，你啊看，热天。晒死伫日头脚拢台湾人啦，你敢有听迄老乡民讲晒死伫田里面啦？无嘿，因老母拢是寒死的，因吹冷气吹到生病出来。台湾人拢晒死真正，你甲注意甲看，我逐摆看遐新闻，我老外生。台湾人，台湾老乡民六七十岁，搁伫田里面做事，做甲伊晒死呢，一冬拢不难听嘞，你有看？哦，啊，这敢有公平？咱若要甲要求讲老农民，还有农保，还有津贴的，伊甲你发帕拉克的嘛，两百块、三百块无伊安尼。哎，啊，若伊遐老农民的，一个月领万几块呢，吹冷气呢，无怪伊遐人若要控制控制吼，伊人讲，啊，都后面做事都有薪水通领呢。所以你看以前迄红衫军的，若要控制伊，伊遐几个月坐伫遐无代志就无紧啊。啊，咱台湾人有法无啊？你一工无做，你就减赚安尼。哦，你厝内三顿，你拢要哪顾，对无？所以你看，因只中国啊，顾因个人顾到忝命命，惜命命嘞。啊，咱台湾人嘞，咱做老百姓，做奴才嘞。哦，所以咱未来，咱就是爱建立这个台湾人的这个教育，以身为台湾人为公用，为公用。啊，若遐要做中国人的吼，转去中国啊，好啊。诶，咱欢迎转去，哦，咱搁咱派准备去甲送个，无要紧。哦，啊，要做台湾人就留在遮，哦，啊，若无就转去啊，哦。过来，咱这个培养着国民的这个文人文的精神甲素养，通过来传承甲发扬咱台湾的这个本土的这个文化哦。过去呢，伫大中国、大这个中华民国体制之下呢，你讲哦。台湾作家、台湾画家、台湾的音乐家有尊严无？拢无尊严啦，无受到看重啦。历史迄教科书介绍拢中国作家啦，哦，介绍拢中国画家啦，介绍拢中国雕刻家啦，敢若袂输台湾人拢无够人嘞。啊，事实感觉呢，毋是嘞。画是死伫字笔，啊，画是安怎？伊就无让你发挥空间啦，甲打压啊，伫即个教育体制之内。包括整个中华民国体制，伊都无爱互你台湾人有发挥空间啦。你台湾人较贤，就甲定位啊，敢饲狗，你敢狗遐，敢甲你喂死啊，无爱互你发挥空间啦。伊就是要制造讲啊，台湾无够人，敢中国较有够人尔。哦，过去拢是安尼，但是咱未来袂使，咱未来就是爱有咱台湾本土的这作家也好，艺术家也好，雕刻家也好，有发挥空间。尤其像咱的歌山族、原住民。也是咱客家，咱的和乐，咱的台语的这些本土的这些族群，有足侪这些人物的这些高人，拢无发挥、无出头机会。未来咱就是爱给伊这机会，能够来出头吼。过来，咱另外一个教育目标，就是爱培养具备着这独立的思考、甲民主素养、佮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。啊，这嘛足重要个。过去伫中华民国体制内，咱拢是三款教育，拢饲猪个教育啦。哦，拢是饲。那即个爱因斯坦讲吼，迄是饲狗个教育啦。拿咱台湾人个角度来看，这是饲猪个教育啦。啊，咱来讲饲猪个教育呢，嘿，着死乖啦。啊，你统治食着无爱，互你有思考个，就甲你叫你食着好。哦，啊，剩拢莫掺，政治拢莫掺，哦，台湾边度拢莫掺。哦，啊，招肥肥，叫我推推，通伊家己钓啊。买啊呢，伊嘛是要家己钓来杀啊。伊嘛毋是真正要互伊活了好呢，伊是要家己钓来杀，钓来卖呢。所以这饲猪的教育呢，哦，伊要互你有家己独立的思考的，会头痛的，拢叫你用死背尔。哦，但是啊，咱即摆袂使，咱要独立的思考。哦，啊，再来爱有民主的素养，甲法治的观念。你若伫现主时，即中国人统治下，
台湾人，哦，伊对待台湾人是相当标准的，哦，那对待中国人，拢宽宏大量啊，哦，你来看，哎，阿扁啊，啊，不管伊有做无做，做东西，哦，哎，伊就是用靠关啊嘞，哦，关到真嘞，啊，同款嘞，哎，啊，这个马英九呢，伊迄当时用迄个特别会讲买一寡有诶无诶。啊，甚至后来，我甲管出来啊，讲安尼就无代志啊，啊叫下骹手人去代做，叫伊轮去代做啦，代替伊去管啦。像这种政府遐明确个，伊竟然敢无代志？哦，啊，过来，啊，像我最近啊，最近新闻咧查讲，赖素如呢，哦，这个国民，这个马英九爱将赖素如啦，啊，种前一阵林一世啦，哦，真奇怪呢，哎，还有李朝卿呢，哦。哎、欸，啊，遮呐，伊个爱徒爱将的犯罪，拢无要紧，阁会使交保啦。哦，啊，若是其他个呐，介无共党个吼，歹势哦，你着关甲杀无，迄、那个头毛生杀无啦，啊，无着关甲像阿扁安尼，着要取消啦。哎、欸，啊，拢奇怪，他会拢相同标准的。哦，无怪呢，咱台湾话吼特别正济，我上边啊伫口说遮个啦，就讲吼，伊遮呐。做官来清廉吼，食饭就会骄阳嘞。迄国民党若做官吼，若清廉吼，因家拢食饭骄阳个尔。所以咱应该问，莫用去看因家是毋是食饭骄阳个。诶、欸，应该甲问看卖个。哦，啊，讲着因家了吼，即个媒体，以前阿扁个时阵，就伫遐问讲吼，啊，恁查某囝去美国是毋是要遐生美国囝？啊，你是毋是做美国人阿公？诶、欸。啊，奇怪呢！啊，即个马英九两个查某囝拢美国籍，啊，搁住美国，啊，他拢无人甲安怎，无人甲问，真奇怪。啊，因查某囝啥物，迄个马维忠最近搁嫁一个三重国籍的人啊，听讲吼，后中华民国国籍，后美国籍，后香港籍个，三重国籍的人吼，啊，了讲要住香港啦吼，我奇怪呢。啊，伊遮个人要做美国囝，还是讲做香港囝、中国囝，拢无要紧。诶、欸，啊是奇怪，啊较会当初时去问陈世瑜的遐记者，太袂去问马维忠伊啦。哦，啊伊马维，伊问马维忠的时阵呢，伊若无爱甲伊应，恁大家讲哦，即个足骄傲的，足摇摆的，嘛拢袂呢。奇怪，啊伊就陈世瑜，想起我应尔，讲吼，即个足骄傲的，即个足摇摆的。我想奇怪，他拢相对标准，所以这就是啥，无法治的观念。无民主的作用嘛，倒那国民党、中国党哦，伊若选举尔好，吼、哦，即选举拢好个，拢公平。啊，伊若选一个输，啊，即拢无公平啦，拢安怎啦？不服啦！吼、哦，譬如讲，迄当时因中华民国选举，吼、哦，拄啊第一届政党轮替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两千年你啊看，迄当时阿扁啊选掉，迄游戏规则嘛，因国民党因倒家己定个呢。啊，选书嘛，搁起冤屈嘛，搁伫遐起批评嘞，讲啊，这选举无算。啊，两千零四年嘛，搁伫遐选举无算，讲为着一个枪支啊，你无算。诶，啊，游戏规则家己定嘞，敢若袂输，伊若无赢就袂使，一定在伊赢嘞。啊，这就是啥？因过去咱都无民主所有嘛，无法治观念嘛，一切拢是用国民党个啦。无管阮细汉个时阵哦，细汉阮也较无听话哦，听听。有当时，阮阿公阿嬷，拢讲，啊，你是食国民党诶哦，还是国民党诶哦？所以以前细汉，拢对国民党吼，对国民党即种认识，无怪你，就亲像讲咱以前看迄漫画吼，比如讲啥科学小飞侠，啥物货，拢会讲啊，恶魔党、共产党，我想讲共产党拢歹人，当然咱共产党也无一定拢歹人啦吼，但是咱着自细汉着迄种国民党安尼洗脑诶，啊，听讲伫中国迄边是，伊自细汉嘛甲讲，安尼国民党是歹人。哦，啊，这这种吼，咱未来，咱的囡仔爱学啥？爱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啦，爱有民主的素养，佮法治的观念，这非常重要。哦，啊，佮来，咱来培养着尊重着文化差异，佮欣赏着文化多样性，去海洋国家，好。文化差异佮欣赏文化多样性，这嘛足重要。咱过去拢单一嘞，拢是中国文化、中国语言，吼、哦，拢家奉做非常至上、至上的吼、哦。
但是呢，咱这是台湾的社会，台湾的这文化吼，所以呢，应该培养的这未来咱的子子有欣赏台湾文化的这种海洋的性格咯。再来，咱来培养着、具备着这个全球视野，甲关心着全球议题的这个世界公民。哦，过去国民党统治下，伊就无爱互咱知影世界生在啥物样的。所以你看，上古早的时阵，毋是凊彩人会当出国的呢。你要出国要护照，毋是凊彩人会当互你的呢。哦，当然即几年大大较开放啦，吼。啊，为啥伊要安尼封闭？共款，你啊看。北韩个，为啥物北韩要控制？毋是凊彩人，互你有手机啊，毋是凊彩人会当互你当上班。伊要封锁世界消息，惊你知影真相啊。所以过去伫中国人统治下个台湾嘛是共款，伊要互咱知影真相啊。所以你若看伊着以前历史教科书，敢若讲啥？哦，战后台湾着根据开罗宣言，哦，所以台湾着回归祖国。嗯，拢伊讲个咧。开罗宣言有效无？宣言迄个无效个，财政东西讲，我宣言哪有效？我嘛晓讲啊。我讲我林志玲，我报啦，啊有效无？我林志玲，我报，我宣布林志玲，我报，安尼有效无？无效啊，对无？东西拢足巧个嘛。若安尼有效，我嘛晓讲，对无？迄宣言是你单方面，迄个敢袂输新闻稿，你硬放尔。但是真正要有效，要安怎？爱坐来签合约。譬如讲林志玲啊，签甲我一来签即个结婚的同意书，啊，才有效。啊，若无才有效，对无？啊，所以呢，即、這个过去呢，即、這个国民党就无咱知影，吼、哦，即个事实呢，其实台湾的问题是啥？都毋是讲要开罗宣言嘛，哦，啊，所以就啥？伊安尼只移民政策嘛，移民的政策个，就甲市地的教育是共款个。伊无爱互咱知影世界的消息，伊安尼来咱欺骗啦。所以包括我细汉嘛拢戆戆的，我细汉嘛还阁做过国民党诶呢。我是一直到我差不多高中、大学以上较觉悟诶。我细汉嘛想讲，哦，咱真正是中华民族诶，啊，咱真正是安怎安怎，哦，啊，拢读伊个册啊。啊，即就是咱讲教育无台湾好学生。啊，咱过去读诶拢是中国化诶册啊，哦。过来，咱来提升着国民的素质，甲增加着即个国家的竞争力，啊，即嘛是咱教育真重要。哦，你国民素质若好，你国家的竞争力嘛较会悬。啊，过来注意着即个受教者伊的个别的差异，来激发着伊的潜力。哦，即嘛是咱未来真爱做的，吼，就是每一个人的专长。像讲你若搞做胖的，像吴国春安尼。真厉害啊！世界闻名的哦。啊，你若是搞做饮料的，哦，搞做啥物货，拢去发挥哦。这嘛是咱未来的教育的真重要，就是，哦，每一个人找着家己的专长，找着家己的位啦。啊，若无呢？我印象中，我以前读大学以前哦，嘛是懵懵表表的，嘛毋知读这是为了啥物呢？啊，就是讲，啊，就拢父母安排，学校安排，就干安尼尔。也毋知影家己想创啥，一直到到读大学了，接触着台语文了，才发现讲，哦，原来呢，人生是啥物事？原来过去咱比如讲，以前咱读历史，拢想啊，拢敢死背，死背遐中国的皇帝名啦，啊无就倒一年出世，倒一年死啦吼，啊无就安怎啦，拢敢背遐物件啦。所以我以前对历史讲，唉，足无聊的。所以我细汉呢，是想要做啥？想要做像比如讲爱迪生啊、爱迪生啊，吼、哦，以前我细汉时阵，读迄种物拢足无聊，拢是干死背尔。所以我大学是读厉害嘞，我大学读厉害，是甲研究所了较专项，读语言较专项研究台语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啥？咱细汉拢是市地的教育嘛，伊无真正互你找着你家己的兴趣甲专长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。未来咱这部分吼，就是爱注意着每一个人吼，伊个差异，甲伊个潜力吼，伊个潜能，爱来发挥出来吼。啊，再来强健着学生个伊个体力吼，甲伊个即个人格发展，这嘛真重要。吼，但现主是咱即摆个即个教育呢，讲较歹听，教育部就是中华民国教育部就带头讲白贼个，
啊，然后家己讲白差差，你要求讲学生着爱诚实对待人家，哦，他有这个真奇怪呢。即做官，家己着咧讲白差，都讲个无事啥，啊，这种事实个呢？譬如讲吼，几当前个，妈耶，去你即阵了吼，啊，有一届呢，到国开会啦，啊，迄阵我嘛去开会呢。哦，啊，迄是讲着台语疫情个代志吼。啊，伫正式会议内底也无人讲着迄个名称吼，啊，到底要号台语，也是号别人语，也是号啥物会，无啦吼，咱是安讲着其他个代志呢。结果呢，开会算尔，我接着会议记录煞爱加一条啦，伊主动爱加一条讲吼，参加开个拢同意，无爱用台语认证，无爱用台语即个名，拢要叫做闽南语。我奇怪嘞，明明都无开。开会都无做即个怪异呢，啊是安怎来去加一个叫做闽南语？因为徛伫即个中华民国教育部的角度，伊敢讲你若是台湾人啊，你是闽南人啊。啊，闽南就啥？甲中国厦门共款，甲福建共款的啦。哦，就是福建人的意思啦。啊，闽呢，其实呢，即、這个闽南歧视的意思呢，歧视的意思呢，闽就是一个门啊，内底一只塔，一只蛇啊，吼、哦。所以是讲你野蛮人的意思。诶，伫中国古册嘛，拢安记载啊，蛮，哦，迄就是古早迄野蛮民族的意思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、这个中华民国的，诶，即个教育部竟然会议内底人开会人也无安尼讲，伊竟然甲伊讲吼加一条呢。我转来看到尔，因为伊寄会的即个会记录来先代，我讲，即明明都毋是安尼，我着学校正式发文甲讲吼。即有问题哦，你爱澄清哦，爱纠正哦。嘿，伊嘛歹参个，尾下我来请声，我有录音哦。嘿，即摆拢在录音个，啊若无伊当毋承认，我甲录音，我有录音哦。你若毋改吼，我要告哦，告你即犯刑法咯吼，你即是伪造文书哦。哦，爱搁甲判嘞，迄审判又搁甲判嘞，讲你无经过我同意，太使录音。哦，尾下气我歹啊，拄好我阿兄读书。写一个律师函给伊，我你若几工内无改吼，需要甲伊告啦，需要甲伊举发，安尼才刚刚开始了呢。所以你看，即中华民国即官员嘛，搁即种心态嘞，恶白来呢。啊，类似即种，毋是一件两件嘞，太侪件啦。规个整个规教育部，包括生态嘛，同款，足侪拢足傲慢的啦。你像讲吼，去年我安排咱秘书长。林秘书长去城台演讲，第一届演讲的时阵吼，伫演讲前，阮有根据听书哦，甲学校申请场地申请吼，铺上学校的网站宣传吼，甲迄活动消息放的网站。啊，拄开始学校可能也无去注意啦吼，啊，我拢照听书嘛，所以甲砍去。啊，尾啊，要演讲前几工向咱删除的，啥物理由？吼，伊嘛无啥物理由啊。伊就甲讲吼，我即个主办单我是用台湾语文测量中心哦，啊，这是校正式，我甲校申请正式成立个二级个单位哦。伊才甲你讲吼，啊，你这中心毋是学校个，哦，恁办个这活动哦，袂使办哦，迄个爱学校办个较会使铺即个消息。我奇怪，过去遐侪单，阮哦办活动拢会当铺伫学校网站，是安怎即届就袂使？伊就调工针对单位，想要甲你修理嘛，要甲你封杀嘛。哦，啊硬拗讲哦，你这台湾语文测量中心毋是学校的单位，笑死啊！我讲啊，若安尼吼，阮逐年爱去交管理费学校呢，阮收入中爱去交管理费呢，你若接案爱去交钱吼，等于是爱去储税互伊就对安尼。我啊若安尼，即几年敢收储税来透明吧？你若看一个教育单位，伊当然恶白来呢，伊为着伊的政治的目的啊，伊无咧参与啊。迄个是咱教育的游戏规则，教育规定，迄个申请砍去嘞，伊嘛会当无去插入，全部拢甲封杀掉。你看即种，即个教资格做教育者，无资格。但是伫中华民国体制内，即种拢安尼嘞，非常严重嘞。毋若大学安尼教育安尼，含中小学嘛安尼啦，其他所在足侪拢是安尼啦。所以伫教育界内底拢官官相护啦，互相咧保，互相贪互对方啦。哦，足侪拢做计分吼，你像讲迄小学校就好啊。小学有当时啊，伊若要评鉴要啥货，拢嘛咧通报。诶，等下迄个人民要来啊，哈，安怎拢嘛通报。
啊，无就说批证会拢来家己的学长学弟，拢安尼啦，拢做假啦。教育单位竟拢爱带头做假呢，啊，恁这教育是要怎做好？啊，啥物人啊，互伊北回来喏，中华民国啊，外来政权啊，就你只要若听话，安尼就好啊。就无你插你教育教好教歹，你只要让台湾人卖做台湾人，互伊做中国人，安尼就好啊。剩的你要怎学袂来，拢实在的。真正中华民国体制下教育是安尼个，哦。啊，所以呢，这未来咱拢爱全盘拢爱改过来吼。啊，再来，咱拄则讲的这是咱的教育的目标吼。啊，咱嘛具体讲，要咱达成这个目标，啊，咱列十三点出来吼。咱有列十三点的这个政策的规划吼。当这是咱初步一个规划啦吼，咱未来呢，咱来借着咱在座嘛真侪教育这方面的专长的东西。哦，爱借着各位专长未来嘞，来到想看卖要安怎会当予咱未来台湾的教育会当更较好吼。啊，第一个咱的规划是安尼吼，强化着台湾语文、历史、地理甲文化的国民教育，这是咱主要讲的。教育当然是咱的上大心的重要的工作，啊，这是其中一个吼。啊，有的人讲，啊，台湾语文，啊，这也未写一个，也未。要安怎教育？毋是白写一啦，是咱过去无机会通来学尔啦，拢有啦吼。像讲呢，即、這个像这马太福音，这是十七世纪的时阵用希腊雅话所写的马太福音，用希腊雅话写的，十七世纪咱就有啊。吼，啊，再来像这十九世纪1885年台湾府城教会部。台语的罗马字报纸，台湾第一份的民间办的报纸，就是用台语罗马字俗称做白话字来发行的。这百外年前就罗马呢，中华民国还未成立之前，咱就用这来办报纸，然后出版真侪刊物啊。你若有上过初级班，啊，听过我课，应该就了解咱这有介绍过。再来像讲客家嘛有呢，像讲这合法的圣经。讲合法嘛，做得啦；用合法来写嘛，做得啦；用客话来写嘛，拢有啊。哦，所以基本上台湾语文，毋是袂写字，毋是袂读字，是咱无机会来接触尔。所以咱未来呢，这拢是真做咱好教育哦。啊，像讲台语的部分呢，佫相对加足侪哦。像讲两当前，即个台湾文学馆有委托我编即个台语地理文学选集。啊，即块文学专辑是干，差不多100年前，台湾的，咱拄仔讲遐报纸也好，出版品也好，相关的遐出版品的，咱甲见过，内底甲即个文学是较有关系的，咱甲捡起来做一个选录选集吼，啊，这一套5本，内底分作散文啦、诗歌啦、小说剧本啦、翻译的文学甲文化历史5大类，吼，啊，内底拢有用原文。罗马字甲汉字对照的方式来重新出版。所以各位若想要了解讲100年前咱有啥物款的即个资料，这都拢有啊。各位咱上网站、上网可以查就有吼。所以第一项强化台语文历史地理，吼，这是真重要的部分吼。啊，关系到即个语文的部分呢，嘛有真侪人讲，啊，咱未来到底咱的语言政策是安怎？每一个人有偌济种语言，吼、哦，咱初步是分做2大类啦吼。一类是台湾本土的语文，吼、哦，包含着原住民、高山族吼、哦、各族群的语言，啊，佮有客家，佮有台语，这三小类呢，你爱拣一项来主修，啊，佮拣另外一项来辅修，哦，有主修佮辅修啦。主修就是你爱听讲读写拢爱会晓。啊，修的时数较侪，像讲一礼拜，像讲啊5点钟至6点钟。啊，若辅修就是至少你爱听有，吼、哦，看有，至少爱看有听有安尼。啊，你一礼拜时数咱较少少嘛，咱有主修甲辅修。啊，要咱决定，当然你家己的父母的自己的母语优先，就是主修。再来，恁住的迄附近，看佮有啥物族群啊？像讲呢，咱若桃园遮。哦，可能周边新店的了了较侪客人，
所以咱除了讲台语之外，咱会当复习一下客语啊。哦，也是讲你若是住伫台东，哦，花莲，哦，比如讲阿美斯，哦，还有房站，阿美族的人较侪咧。你除了讲客语，或者是台语之外的，你阁会当复习阿美斯的话。哦，或者是你若是伫原住民家己的部落，当然你着优先讲家己的语言嘛。你若是阿美斯来，你着讲阿美斯优先啦。哦，咱是分各国地人是无同的思维，哦。啊，若过来第二项就是国际语文，国际语文当然英语是爱必修啦吼。啊，除了英语之外呢，过来就是日语甲其他的语言吼，咱会当过来选。当然，咱是建议各位优先选日语啦。啊，当然有的人啊，无爱选日语嘛，无要紧，咱阁有其他的即个语言会当选吼。总是呢，国际语文你就是英语之外。主修吼，之外你还佫有一个其他的语言，吼、哦，所以合合起来，咱拢总是还有二加二四种的语言吼、哦，有两个主修，两个副修啦吼、哦。这是咱未来这个语文的一个规划吼。啊，有的人讲哇，安尼一粒头变四粒大呢，哎，学遐侪种语言是毋是我学袂了？放心啦，无这个问题啦吼、哦。要学几啊种语言，无啥物困难。即、这个，你若看咱，比如讲东南亚、马来西亚人啦吼，马来西亚遐华人嘞，平均一个啊，拢会晓四五种的语言。吼、哦，譬如讲吼，伊马来话会晓嘛，伊马来话是个国语啊，过来英语嘛会晓啊，因较早马来西亚嘛是国统语的啊。吼、哦，马来语、英语，啊，过来福建话，啊，过来广东话嘛会晓，吼、哦。话啦，我啊福建人敢会晓讲台话？会啊，我去做调查，伊就讲吼，因为以前香港足侪香港片拢讲台话啊，啊，遐电视嘛拢有放啊，啊拢讲台话，所以看久就拢会啊。啊，搁来遐嘛足侪讲台人啊，所以福建话、讲台话嘛会，啊搁来客话嘛会啊，啊搁来海南岛的，因遐话搁有海南岛的，海南岛的嘛会啊，所以凊彩嘛四五种，哦，啊所以呢。要会晓四五种语言，基本上是无太大个困难。哦，啊有个人讲，即个敢有可能？真正吼，伫实际上，也是讲伫理论上，拢是有可能个吼。咱拄则讲个马来西亚华语，迄是实际上真正话个。过来咱要讲，啊若理论上个，理论上嘛是有可能吼。咱着来介绍即个语言是个概念吼。下过会了解讲，是安怎讲？一个人要会晓四五种语言是无啥物困难的，哦。咱来讲这个语言是一个概念吼，但是这种基本上一般是拢爱一学期啊，一学期的课吼。但是咱时间有限，咱甲浓缩做五分钟，哦。咱这是朴素朴的来办吼，嘿，大家拢是朴素朴，所以五分钟会当度过一学期的课吼。简单讲啦吼，因为咱若无讲这话，人想讲，啊，这可能是。我咧操盘吼，为着要鼓励人学较侪种，所以讲无问题。但其实咱这是有理论的根据啊。咱即摆来看卖吼，即句话，即句台语啦吼，来有人会晓读到的伊无？台语就看伊教人。拄只抓手的时候，有人会晓读无？要来甲咱试读看卖。啊，伊讲吼，阿明伫灶脚偷偷啊食恁鸡鸡的鸡鸭面吼，这是台语的汉字吼。啊，这是用百万当前的这个。教会白话字吼，来写啊吼。各位，你也想看卖？过去咱语言是安怎学起来？以前人拢讲吼，啊，着模仿说啊，着你听着一句，你着甲记起来，听着一句甲记起来，要用啥甲才讲出来啊？但是你也想，这敢有道理？安尼敢有科学？敢有效率？过去的这种的论述，这种的理论，拢是想讲吼，咱人着亲像着飞机，听着一句着读起来，听着一句着读起来。啊，要用的时阵才捧大捧来捧去，啊好 ，OK 停，啊甲试开，哦，再甲放出来，安尼够有道理。过去啊，拢是安尼想法啦，所以就感觉讲吼，所以啊，你看这语言是有限的，咱的头壳是有限的啊，就像录音带同款啊。你若台语录伤济，啊，你英语就录袂落啊，影响第一学英语，哦，敢有影是安尼？无影啦，不是安尼啦。过去这种传统观念，许个啥人拍坏？迄个 Chomsky 拍破 ，Chomsky 是美国的一个真有名的语言学家，
伊伫伊个行界地位，就亲像敢若类似讲牛顿、牛顿吼，也是讲即个爱因斯坦吼，伫近代科学内底个种地位共款吼。啊，种是伊个，伊提出一个转换生态固化个概念出来。因咱过去人拢想讲，语言学习就是一句一句啊，死背啊，记起来要用个放出来。伊讲个毋是安尼啦，咱即摆用即个例来看觅，是安怎毋是安尼？即阿明伫遮啦吼，今仔咱来讲，换做阿辉啊啦，换做阿朱啊啦，换做阿明，哎，换做阿舅妈啦，换五个人啦吼。你若古早个想法，讲语言学习是爱一句一句记，所以你着爱记五句嘿。你着爱记讲阿明伫灶骹偷偷食，迄记记个记阿明好，啊，过来，佮另外一句，佮阿辉伫灶骹吼偷偷食，迄记记个记阿明，过来佮换一句阿江伫灶骹。你著爱记五句呢，是足啰嗦个，吼、哦，所以总是讲毋是安尼记，是安怎？有只公式，咱人一出世就只公式，只公式就是这样讲，吼、哦，就是即种个固化手法当中做即种方式个表现出来吼、哦。啊，当然只公式是咱简化去个，咱简化吼，真正记个公式是比较较复杂吼，咱是记咧用即句来简化吼。用做像安尼，伊讲吼，咱人其实是有只公式，只公式是你要讲的时候，你著把遐语词啊套落，伊著走出来。就亲像讲阿明，你换做阿辉，换做数据啊，换做迄个阿朱啊，换做啥物人呢？也是换做阿狗啊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你换五个人尔，甲套落，甲换掉就好啊。你无需要后壁只搁读一届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再来像讲灶坑嘛，同款。走到你会当换所在啊，换做工厂，换做即个客厅，换做教室，你嘛当换所在啊。你若安尼人名换五个，所在嘛换五个，即十个排列组合，你当变换出几句出来？二十五句啊。你当变换出二十五句出来。你若是搁加，譬如讲食，吼、哦、食你嘛当换掉，吼、哦、食你甲换做装，吼装鸡仔饼，吼、哦、也是讲。钱嘛是会使，还是讲术，吼，还是讲分，吼，还是讲效果，吼，迄有无同个程度，吼，嘿，譬如讲，咱若要叫阿狗来，咱来叫来后来效果，吼，嘿，啊，若是要叫咱家己人，来，请你装一下，吼，迄个感情无同个，吼，这是咱台语个水个所在，吼，所以你若看，你若甲换即个动词换五个，拢总才十五个尔，但是你若用。排列组合的观念来看，你会当变化出几句出来？五乘五，搁乘五，一百二十五个。五个意思，但是你若换一百二十五句出来，再来，鸡鸭饼你若甲换，换做啥？换做米粉炒，换做碗粿，换做肉粽，吼，换做啥物货拢会使。你若甲换五个，安尼请问你会当变化出几种的语句出来？哦。五个四处方呢，拢总达百二啊五呢。你干换这二十个语数尔，你会当生摊出几句的？你会生摊出225句的话出来呢？哦，但是呢，咱换语句，甲咱换语数，甲干这二十个尔，唔来。咱会当换一百个，一百搁乘一百，搁乘一百，搁乘一百，换迄条足济安尼。所以咱会当无限大呢。哦，所以咱人。会讲语言是安尼，比如你有即个公式，然后你共迄个语数啊，添来添来添来，安就好啦。所以咱头壳内底是记公式，一页记公式，啊一页咧记语数，一页咧记语音。你要用的时阵才甲投入，才甲放出来啦。毋是讲拢事先用好啊，才用出来啦。安知啦吼？嘿，安尼时阵呢，你个头壳咧记足侪物件诶，会晓记非常侪。即个咱袂输讲啥呢？譬如讲，咱咧买家具，买家己组装的家具啊，哎，你咧摕开是好个，做起足大部个啊。但是伊若收伫盒仔个时阵，哎，就细个遐尔个，同款安尼道理。所以咱人个语言，毋是像以前讲一句一句甲记起来，迄无效率，嘛毋对。总是伊讲吼，伊个观念是安尼，伊讲吼，咱人天生着语言功效是头壳内底啊。啊！即语言公式呢？你若出世的时阵，予伊有遐语言的环境呢，
伊就会把迄个语言的公式啊保留来。你若出世可以有客语的环境，佮有日语的环境，啊英语的环境，啊台语的环境，即四种语言环境咧，伊即四种语言咧，用的这公式拢会留起来，而且足简单咧，拢唔免造成负担，拢袂造成负担，伊足简单着继续会晓。啊，你若是无用的，你若无用着的咧，伊遐公式伊就甲淡掉去。啊，等掉伊了会安怎？你等掉伊了，搁要甲捡倒来，对造成负担啊。也就是讲，你细汉无用着，甲等掉伊，等到你大汉，较要学迄个语言，你就安怎？你啊开较侪心力去学啊，对造成负担啊。哦，啊，所以你若用大众的语言来讲，是讲哦，语言学习是你愈早学愈好啦。愈早愈无负担，因为是足自然，因公式原来就遐，所以这是完全倒变的。过去呢，讲着语言学习，拢是把咱头壳当作空空，块空白带，吼、哦，啊要学现在录，要学现在录。但是呢，总是伊这个观念就出来了，完全倒变。伊是讲咱人本来就公式伫遐，有用就留咧，无用就会淡掉，所以结果是同款的。哦，两种你到尾啊，结果拢是同款。你若会晓的，会晓讲的语言，就先公式留起来。啊，你若袂晓讲，就先公式淡掉去啊。哦，啊，伊这个，伊这个语言是对的，所以你若看下就讲，你若细汉让伊多语言的环境，伊基本上因为伊毋是过迄地方学的，是本来就有啊，所以袂造成负担啊。啊，当然，有人讲啊，细汉要偌细汉，愈细愈好啊。你若幼婴拄出世，就开始有环境，迄拢无有，伊足自然就会晓。譬如讲，各位恁家己回想看卖，恁当初时，恁家己无记啊吼，恁是安怎学起来？恁家己无记，你是安怎学的？佫有记无？通常，若是你的无记，你拢袂记啊。你着足自然就会晓嘛。譬如台语是我的无记，我即下嘛毋知我当初时是安怎会晓台语的。啊，就足自然就会晓啊！但是你搁来想，你的英语是安怎学起来？我想大多数拢知影。啊，像我迄阵在国中的时，国一的时开始学英语嘛，啊，硬背啊，背单词啊，背句法啊，背文法啊。你若印象搁歹尔，还搁有印象，迄就是第二话，就是外语啦，就是你后来较学的啦。哦，咱一般语言学界拢讲说，看两个是第二语言啦，就是你的母语以外。大汉了，较搁学起来迄个语言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你啊看，你若是一细汉就互伊环境的时阵，要两种、三种、四种拢无问题啊。所以像拄才讲的马来西亚遐华人，就是讲，爱细汉就有伊的环境啊。伊足自然就会晓啊。伊看电视就学着广东话，爱爸母甲伊讲福建话啊，啊学校就教马来话、教英语啊，所以足自然就会晓。伊拢会晓环境啊。啊，咱毋是啊，咱啊。细汉做学，较大汉较要学，就较大困难。所以你遐看，马英九甲宋楚瑜这两个，拢是安怎？拢食到七老八啦，要选总统啊吼，较来要学台语啊。所以你遐看，因爱开时间去学，而且搁好学啊，学袂完全啊，拢有一个腔啊。哦，啊，这就是，这你讲是台语的公式伊都无嘛，伊是硬去补，硬买甲捡来的。所以就足大负担嘛，啊！你若愈细汉学是愈好，愈无问题吼。啊，过来伊嘛有讲吼，讲吼，你若是呢一出世吼，有即个语言公式来保留落来，但是呢，就算后来中等期呢，伊若要捡转来较简单，啥物意思呢？比如讲，你咱即摆足侪囡仔吼，读册前伊还佫会讲台语，加减有下佫会啊，若装卡可能佫会讲的，但是读册了的话，迄个东汉东华去啊，啊，迄个老师训练就拢讲北京话啊，台语就拢唔讲啊。哦，像我有几个朋友就是安尼嘞，伊伫厝拢坚持教囡仔讲台语啊。啊，囡仔伫读册进前嘛拢教伊讲台语哦，但是迄个读国小尔，我袂得啦，转来拢讲北京话啦，啊，教伊讲伊拢唔讲台语啊。哦，啊，像即种嘞。至少你若是读册前，佮有讲台语吼，连讲伊若要翻头，当然会较简单嘛。因至少伊公式个，虽然有藏个吼，藏伫仓库尔，伊还毋是单对粪扫堆去，
你若等对垃圾堆车走的就无去啊。但是至少是囥个仓库，要救着个会较简单。人间伊若要有心要学的时，较无会较紧，而且较无伤坎。哦，安尼完全拢无个呢，送所有反正就迄个无效啊，绝对有伤坎个。哎，即、这个你个时阵嘛，搁着概念吼，是讲咱人个头壳是分区伫欠起个，毋是人人参参欠做。哦，这是，譬如讲个吼，咱若去家乐福、去大乐欢喜买物件，伊个大卖场买物件，请问，伊物件是分区伫欠，还是讲吼，全部拢甲等伫遐，啊你家己去变？若全部等伫遐去变吼，请问恁一届买物件买偌久啊？可能经一个月嘛，找无你买个物件嘞。伊若物件无分，甲人人参参，敢一个垃圾堆共款，你要怎客户无可能嘞？一定分区嘛，食个穿个用个，啊食个去分啥物货，罐头啦、泡面啦，啥物货，伊个会分到清楚。咱人个记忆嘛是安，头壳嘛是安尼，又分区来咧欠记忆。啊，咱再用即张报纸报纸吼，做一下例来说明者。伊这是台东吼，有一个卢凯族的青年来吼。啊，台东这卢凯族的青年呢，伊遐吼，伊平时主要拢讲卢凯族的话吼，卢凯的话吼。啊，但是伊遐附近嘛有客人，嘛有好多人，嘛讲台语的人，所以台语客伊嘛拢听有啦。但是主要拢讲卢凯族的话。啊，有一天呢，伊咧做事吼，啊，位楼梯顶跌落来，啊，跌落来怎，哪样咧磕着头。受伤啊，要来去送病院吼，啊送病院了，尾后较好啊吼。但是呢，伊厝内人发现讲，啊原底伊听有卢凯族的话啊，搁会晓讲啊，啊即摆煞听拢无呢。煞发病了，伊治好了煞换改讲台语啊，伊厝内人拢奇怪，啊原底讲卢凯族的，啊煞即摆换变讲台语，啊尾后咱甲推测。因为伊伤着卢凯族的胃区啦，啊好佳哉，伊搁有台语区无歹，即个哪袂做啥个，咱也会啊，用过电脑个吼，电脑印着，当时也蛮歹，有当时伊搁毋是全歹哦，伊是干呐，比如你某一个所在，伊档案读袂出，伊甲讲词汇损坏，我嘛捌发生过呢，啊你欠着迄搭个所在资料拢无去啊，还是别个还阁好好，哦，还是讲你较早个 floppy 嘛是同款。话讲词汇歹去，我，哦，部分的资料你无去嘞，所以伊就是可能安那，去伤着欠卢凯族的话，去哭啦，哦，啊好佳哉，伊叫咱台语，所以咱用台语来讲吼，所以为这个嘛，咱甲咱警惕啦，提醒咱讲，会晓多语言的好处啦，万一有一天吼，你不幸吼，你出车祸啊，去磕着头，万一你的第一语言伊都无去，你至少佫有优美的语言，同款练的，吼，教咱西车同款佫有优美练的，吼，啊，这是多语言的好处。啊，你若敢遐北京话吼，啊，你考起来，我四号做下教的，吼，我先教你教遐北京话尔，对无？吼，啊，这是真正哦，是假的吼，啊，这是科学上哦，真正嘛是安尼的这个的案例发生过吼。好，啊，咱拄则讲个，即就是讲吼，基本上每一个人要学过来种语言，无困难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咱个政策上，未来就是二加二，吼、哦，两个主修，两个副修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未来个一个目标，吼、哦。啊，再来就是咱历史甲地理，未来咱用台湾做中心，大大扩展到日本、美国甲世界个历史地理吼。啊，中国历史、中国地理呢，拢爱伫做世界。诶，历史地理来看，迄拢毋是本国史啊，吼，未来中国史拢是外国历史，就甲埃及，吼、哦，甲讲到埃及文明同款，讲到即个啊罗马帝国同款，吼、哦，迄拢变做迄个世界史的一部分吼、哦。啊，文化科目内底，咱要以高山族原住民为优先吼、哦，先介绍原住民的部分，再来台语族群、客家族群，吼、哦，包括日本文化、美国文化。哦，佮后来即中国文化，也是讲所有新移民的即文化，咱把咱陆续分提出来介绍吼。啊，佮来咱第二个咱要做是未来设立即个台湾语文的即个推行委员会吼、哦。啊，爱甲即个有正侪工课，因为咱即下要甲台湾语文包含着佮
高山族，啊，着原住，然后即个客家甲台语呢，要伫做即个教育吼，有真侪工课爱做，像讲即个语言的即个标准化、现代化即个工课吼。所以咱未来设立即个台湾语文的推行委员会，专门来做即个工课吼。啊，即下面当然还佫有真侪细节吼，即时间关系，咱着无要讲遐济吼。过来。啊，像这吼，比如咱语言嘛，将来出版吼，用台湾语文来出版，吼，也是讲研究，也是讲迄个电视啊、电影啊，用台湾语文，吼，来制作吼。啊，过来，咱有时仔是爱会读这报托么，注意符号吼。这报托么这呢，咱含中国人真个无语个嘛，中国人咱嘛用罗马字啊。哦，报托么出中国国民独立名，出中华民国独立名，哦。啊，即摆无人伫用普通话吼，所以咱未来拢改做罗马字，较方便嘞。你遐看，你若用普通话，到时原住民来搁学一套普通话，较会当来学。啊，咱若全部用罗马字就方便啊。你无论原住民、原客家也是台语嘞，你拢咱直接用罗马字就好啊。包括外国人要来学，嘛较方便啊。哦。啊，再来即个未来中文嘞。中文变做外文吼，未来中文算是伫外文行业内底。中文毋是普通语文，中文是外文吼。啊，尤其即摆咧，足侪大学拢有啥物中文系吼，未来咱无需要遐侪中文系。吼，未来呢，咱个外文系应该爱分区域，袂使全部拢某一种语言。咱即摆台湾外文系吼，其实吼主要讲英文尔。其他真正外文拢也无啥咧教，足少个啦。安尼，影响着咱台湾国家个竞争力。咱也有足侪种无共个外语人才啦。你既然外文系除了英文之外，你即、這个像讲日文啊，啊像法文、德文，甚至像即摆东南亚个语文，越南话、印尼话、吼马来话、泰国话，即嘛拢足重要个。甚至菲律宾，啊是讲即个非洲啦、非洲啦、南美洲遮个，伊个迄嘛拢足重要。爱有无共个人去教遮，无共个专长啦。但是咱台湾吼，过去以来个，人外文个拢想着英文啦，啊无来，啊无就是逐个校拢中文个啦。哦，你若看人日本就好啊，人日本个是讲即个东京外国语大学，因一个校就教三四十种个外语呢。迄才真正是国际语言、国际个大学。啊，你若是咱台湾倒一间台大也好啦，也是讲咱头新大也好啦，伊教语言有超过十种个，差不多无个。啊，你看新大嘛是呢，新大嘛算足大间校个，但是伊个外文系主要嘛是呾教英语，啊，再来有啦，少数个法文、德文、日文、西班牙文，就差即几种尔，无就无啊。啊，所以咱即摆呢，譬如讲。即摆足侪外人人过来遮对无？啊，即摆中华民国移民署，也是讲即个警察单位呢，迄伊若需要用着外人人才，我变怎？台湾人袂晓啊，拢着爱找外人新娘来斗翻译啦。啊，伊翻译敢翻译准嘛？无一定个，无一定翻译好势啊。啊，你着台湾人无人才啊。吓，咱过去拢爱想讲单一个语言个思想，拢国民党下个，伊着想讲啊，着单一语言着有够啊。伊无想着讲。语言人才愈侪种愈好啦，安尼国家才会进步吼。所以咱未来，往安来做吼。啊，再来即个第三项吼，整顿着大学个台文个系数吼。咱即摆呢，过去呢，伫中国党吼、中华民国体制下呢，以前尤其呾戒严时期。戒严时期，你根本就无法度研究台湾。你若做台湾研究，无论你做历史、语言、文学，差不多拢掠去关啦，啊无就陷害啦，无你就变非主流啦，甲你打压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一直到甲差不多阿扁啊起来时阵呢，吼、哦，才开始伫个手头呢，有成立到正十间个台湾文学、台湾语文、台湾相关个科系，包括啥物客家学院啊、阮厝边学院啊。啊，着成十间个学校有成立这个吼。当然，成立这大方向来看是好代志啦吼。但是可惜呢，阿扁啊，着是会晓生囝，袂晓管囝啦。
生只个台湾相关的区域，你拢无咧管。结果呢，只拢好康就算，拢好康就啊中分配。哦，好康就遐挂羊头卖狗肉个。安怎讲呢？譬如讲吼，讲台湾人去成立了，啊要请啥，嘛是搁请中分配啊。啊要教啥，嘛是搁中分配一套啊。哦，所以变成名是台湾文学，但是教拢是中国观点的物件，也搁是传统遐物件。啊，这严足严重嘞！即下头全台湾只90%以上，拢是挂羊头卖狗肉啊。包括阮新店嘛是，阮下乡嘛是啊，一半以上拢嘛中国人来霸食的，啊，拢嘛是中国观点。哦，啊，咱以一个例好啦，譬如讲像这个政大、政治大学。伊嘛有台湾文学所，哦，伊有硕士班甲博士班，啊，即、這个台湾文学所所长是啥？陈鸿明啊，陈昌明哦，啊，即、這个陈鸿明，即个变色龙哦，早前伊家己讲的哦，伊家己早前是国民党诶，后来有一段时间，他九国年代我对民进党去，啊，后来阿扁迄时代，可能阿扁也无互伊好康诶款，哦，所以伊搁变对国民党迄边去啊，哦，变来变去吼。啊，即个人做台正在台文所的所长嘞，啊，伊安怎讲嘞？之前差两冬前，迄当时我扩个农村的迄件代志了嘞，哦，伊伫报纸顶头咧声援农村的，伊就讲吼，即台语也无文学啊，啊，台湾文学啊爱用母语写，啊，全无容易啊，爱用母语写全无容易啊，意思讲吼，台湾人无啥文学啦，若有吼，拢嘛中国人带来，中国人造来。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，政大拢咧铺啥啊？拢咧铺义工奖啊，铺义特色奖啊，铺遐个中国个走路个作家啦，就遐对国民党来遐个走路作家吼，拢咧铺讲，啊，这就是台湾文学个代表作家。哎，伊讲遐明明遐中国人，伊叫人讲吼，遐是台湾文学个。啊，正讲台湾人，伊无要讲啊。正讲一百当前，咱拄只介绍啊，百外当前台湾人都。譬如讲，法国那边写十项关键文化历史的书，《大人生》《地科幻》，伊在写规本的小说，地文学小说、台语的小说，拢无要甲你讲，拢无要提起啊。讲台湾人无文学，哦，讲这个话，啊，讲哦，台湾人若用母语呢，就是安怎，无法度沟通，大家就只通遐讲，无法度沟通啊。叫人，咱就爱放弃，来用北京话就好啊，啊，来用中文来写作就好啊。讲这个话呢，哦，啊，这叫。做台湾文学所的所长的，所以你来看，因正大台文所的外行的，硕士入学考爱考啥？因爱考五科，爱搁考国文的。各位，这国文不是台湾国的国文的，是中国的国文的，爱考北京话的。考台文所，我就要考北京话。搁上行的是爱搁考啥？考中国文学史的。各位，考台湾文学所，讲来搁考中国文学史啦。啊，伊理由是讲吼，啊，咱这受中国影响足深的，台湾文学无法度脱离中国文学来，所以咱就爱学，爱了解中国文学来。